楼凤生果然走漏，估计裘子良已经感觉到了异动。怎么会走漏呢？现在已经无暇顾及走漏凤生的人了，只能想办法去补救。怕是已经来不及了。老师有话，您尽管直说。现在能救陛下，能救大兴的，只有殿下你。 殿下接下去要走的路，是一条罪人之路，无人理解，万人唾骂，甚至连你的至亲都会对你失望。然而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你如果不经受这样的痛苦， 就无法达成你的所愿。大人，王阳跑了，让我去。殿下接下去要走的路，是一条罪人之路。 真的，韩月虽然有冤屈，但是他复仇的手段极其凶残，令人不齿。就算陛下曾经有错，但是陛下现在已有悔意，并且正在付诸行动，所以，我原来跟您说过，要换个活法。